你们也有纠纷了是不是？我们已经纠纷过了，我到现在还没跟他和好。啊？没有要和好。最近的事哦、喔。对啊，刚刚就今天没有要和好了。我们今天吵架。啊，没有这两天。为什么？难怪你们看彼此眼神怪怪的。没有，我们连看都不看。那我们来的真是时候，真的是对啊。但我觉得开心店的纠纷可能会比较少，因为我刚看这样桌数感觉刚刚好，如果真的很忙，好像也不会忙到吵架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在决定店里面的事情吵架。哦，对，因为他现在是店长，客人还没来就先吵了。他知道他偏武则天了一点。哦，来了。昨天是你吗？屁嘞！我是觉得还好，好不好？听你在讲，我们就不回应。看可以多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啊，不然就干脆现在来解决了。因为鬼鬼昨天跟我聊了一个小时。所以你们在，你知道他们吵架？他怎么跟你讲的？他怎么讲？想听？我先讲早上好啊，早上他说。好啊，哎，我们是。他无视我，我们不是吃瓜群众，吃冰群众。快快快，想听想说。我早安，他不看我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讲，让他讲，让他讲。不是，因为我是本人在讲。让他讲，哎，讲话举手好不好？好有礼貌，好有礼貌。好，阿文你讲。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两个意见不合，这样啊，针对某一个品项这样。然后早上好像连打招呼林雅伦都不回。没有吧？我没有这么没礼貌。没有，我是这样早安，我说早安，然后你就这样。没看到我、啊？没有，还没醒、啊。有吗？我这样吗？你真的有？真的假的啦？没有吧？我跟你就这么近。真的假的？没事的。欸、你刚刚去哪里？啊、你刚刚去哪里？你从别的时空进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空间？哎，你是？你好，不要装备员。哎，他很喜欢装傻，然后走进来，然后都没他的事了。不是阿文，他就这样跟你讲一个多小时哦、喔。昨天晚没有，那是昨天晚上。没事嘛，但是不是为了产品好？对啊。对，我们两个也很常吵，为了歌好。他们两个常吵架，吵到不理对。但是没有，他们歌没发几首啊。不是，是红的没几首。哎，你昨天哭一个小时哦、喔？没有哭。哎，谣言就是这样来的，变成哭一个小时。我没有哭。你知道昨天我们晚上叫他吃晚餐，他都不跟我们吃，好可怜哦。他说你们他们两个都没有吃饭，这样。我是睡着，我是就是不想这么气。好啦，和好和好啦，人家都来和事佬都来了，所以就变成你们大家都在外面聊八卦，一个莎莎一个人在里面。没有，莎莎有装那个，他有装什么？莎莎泳装不要穿嘛。你就是出来讲一下就要进去了。没有换莎莎了，换莎莎。